大家好，我是张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学冬。现在玩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。如果你被困在一个小岛上，你准备带三个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手机。嗯，但没有信号。水，食物。嗯，手机不要，人。你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有种欧洲的那种鲱鱼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很臭的那种。哦，鲱鱼罐头。哦，我知道。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李诞，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植发。以下超能力你最想拥有哪一个？预知未来、读心术、过目不忘。过目不忘。有了过目不忘，你包括读心术和预知未来都可以拥有，因为你可以看很多的书就能学会了。最想邀请哪个朋友一起看线下开放麦？景甜和黄景瑜吧。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的歌曲呢？我自己的歌，因为我最近做了一张中国经典电影歌曲专辑，然后里面都是中国经典电影歌曲，所以我一直在单曲循环我的整个专辑。谢谢。